Hello， 晚安，大家晚上好，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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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 初风 ，Hello， 蛋挞 ，Hello， Snoopy，Hello，Hello， 蛋挞 ，Hello， 企鹅，企鹅啦。Hello Ben，Hello 柠檬，Hi，Hello 安安 ，Hello 姚茉莉 ，Hello 明 ，Hello 洛克，谢谢蛋挞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初粉的长辈图，早安，谢谢蛋挞行李箱，早安晚安，今天双马尾，这个不叫双马尾，这个叫双辫子。这个不是双马尾，你有看过马尾长这样吗？你有看过，就是马的后面它的尾巴，它会这样绑起来吗？它不会，它不会绑起来。这个是辫子。谢谢姚茉莉的水瓶宝宝，谢谢柠檬的水瓶宝宝，安安坤坤 ，Hello 秋日红，晚安。Hello， 吉米周 ，Equal Love 桑，你好，你好，你好。Hello， 晚熊，晚熊晚安。Hello， 奥克 ，Hello， 季风亮。谢谢艾拉的晴天娃娃。谢谢吉米周的 Pop Cat。早安，早安，晚安。Hello XTX，Hello 燕。谢谢燕婷 ，Hello 燕婷 ，Hello 燕婷，谢谢燕婷的枫叶，谢谢谢谢 Ting 的幸运四叶草，谢谢 Hello 郑源 ，Hello 秀秀秀秀秀，谢谢好坏的行李箱，你下次把牧场的尾巴绑成好，你绑了之后再拍给我看，那我就说他是他哦，马的尾巴居然是辫子这样。嗨 ，Hello Stephen， 晚上好。刘英鲁夫 ，Hello，Hello Ansha Kalaka， 名字只是代号。晚安，谢谢蛋挞的晴天娃娃，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微积分大师的红玫瑰。晚安 ，Raffer， 晚安，大家晚安。Hello 唯一 ，Hello 熊熊 ，Hello 史向阳 ，Hello 圆滚滚，晚安，谢谢初风的一封信 ，Hello 人豪，嗨，Hello 阿红，晚安，圆滚滚，圆滚滚 ，Hello， 哎呀 ，Hello 乖乖 ，Hello 一凯 ，Hello 修哲。Hello 小香 ，Hello 一代宗师，晚安，灯火晚安，中海妹妹晚安 ，Hello 小玉，谢谢半奖的会员日记 ，Hello 陈嘉诗 ，Hello 屏东，流浪到屏东 ，Hello 阿恩，晚上好，我是小晴，大家晚安，玉安晚安。Iron 晚安，谢谢你的水瓶宝宝，谢谢 Hello Tom， 谢谢阿红的成功，大家晚安，大家今天是非常有气氛的晚安台，你们有感受到吗？就是因为我在房间啊，我觉得在房间会比较有像晚安台的感觉，不然之前就是在客厅会有一种很欢乐的气息。今天是公式发型吗？不是啊。不是，是辫子。为什么辫子？对啊，就是辫子。所以就是，那你平常零一绑双马尾的时候，你们会说今天是公式发型吗？平常一云绑马尾的时候，你们会说哎，这是公式发型吗？不会嘛，就说哎，零一今天绑双马尾，哎，一云今天绑马尾，对不对？你们会突然跟比如说我今天绑了一个辫子，你们会突然说哎，今天绑公式发型吗？我现在是就是我平常就不会，就是我平常没有在绑辫子就是了，对不对？
你看，我觉得我可以去讲脱口秀，好像无关，不好意思，跟这个无关，跟脱口秀无关。晚安 ，Hello 小红，灯光是黄光，灯光，哎，对，真的，换一下好了，白光。看起来我好慌，很喜欢晚安台是吗？今天是小周末，今天是星期三呢。因为在床上会想睡，因为床上因为在外面很冷，你知道吗？为什么在这个房间播？平常我在房间播是单纯是因为就是在客厅的时候可能有人在用，或者是说有人在直播，所以我就在房间播。因为我觉得房间收讯应该没有比外面播好，所以就想说那就在外面。BGM 有晚安台的感觉，好像很久没有放那个，就是这种。今天好冷，对啊，从昨天开始就很冷了，最近就是13、14度。漫漫长路 ，Hello。繁明晚安，谢谢咖喱的枫叶。Hello 浩哥晚安，这礼拜五是林一的生日，对，你知我知大家知。小心睡觉也会穿长袖吗？我睡觉穿很暖哦，我那是很冷。我给你们看我的睡衣，但是呢，因为其实我有好几件睡衣，但最近又穿这一间，然后这一间里面是这样子，这是我的睡衣，这是我的床，所以啊，天哪，真的是没有很好。谢谢枫叶，谢谢枫叶，是谁？等一下，谢谢莫寒的枫叶，谢谢伟的行李箱，谢谢，对不对？感觉很暖。对，这里真的是收讯没有到特别好，可是今天好冷哦，我就想要躲在，就是我就盖着被子，你看我就盖着被子，而且我跟你们说，就自从冬天之后呢，我要跟你们说我的保暖技巧。谢谢信伟的戳戳你，就是自从开始变冷之后，我就一直拿着这个水袋，对我就一直拿着这个水袋，我真是。一不热我就去加热，然后一直重复这件事情，然后就拿着这个水袋，我就一直拿着。谢谢阿成的行李箱，谢谢。Hello 浩毅 ，Hello 苏云 ，Hello 明 ，Hello Sam。对，这个要怎么叫呢？水袋、手袋。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很冷。暖手袋，它就是已经陪伴了我两个月了，因为真的很冷，就很冷。而且我还就是我最近，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冷。谢谢 Sam 的 Kiki 做你猫，所以我有时候会穿短裤睡啊，穿那件睡衣啊，那件那么厚的睡衣，但是穿短裤睡。对。然后有时候就是穿短袖，但穿厚厚的长裤，那种叫什么保暖裤，就是毛茸茸的那种。睡这个是最近吧，没有，就是去年就在用了。然后这个买很久了，就是用了很久了，对，然后就一直抱，而且我还抱着这个睡觉，棉裤。棉裤，对，然后对，谢谢，晚安佑佳，我要用的很好摸，就是我都用这一面，因为这一面是真的是有温度，然后这一面就隔了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所以它根本不够暖。现在在看中医大热门，你有录吗？好像没有哦。谢谢好怀的戳戳你，但是我们有三位成员去，是今天吗？是今天吧。对。然后
然后抱着这个睡觉，然后我发现就是抱着这个睡觉会做噩梦，就是不能抱着他睡，他只能就是不能跟他一起睡，跟他一起睡做噩梦，我就做了两天噩梦，然后我就觉得不开心。谢谢 Ting 的掌声鼓励。对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自从冬天之后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因为很冷，所以我就每次进入我的棉被的时候我都会开那个吹风机，然后先就是一直吹一直吹，把自己那个被窝吹暖。 对， 对，不是吹，就是先盖进去然后再吹里面，就是我在里面，然后被窝也会变暖，然后吹到差不多之后再把它关掉，然后就再躺进去那个棉，就是再好好的躺，就是好好的躺着这样子。然后还要拿着这个暖水袋。说到这个，早上七点，我妈突然冲进我房间说 ：“AKB 上节目了。”棉被冷成这样子吗？对啊，你在看哪一个节目啊？坏坏。啊，结果是蛮有的啊，那蛮好的，谢谢。也不是谢谢，我每次都想说跟大家说打招呼，然后不小心讲到谢谢。早安，不是早安，晚安，晚安建纯。这样有点危险。没有啊，就是你要控制好那个距离，你要控制好，你不能就是完全把那个吹风机埋进被窝里面。重点是在于，就是你要控制好那个距离，然后把那个棉被里面吹暖。但我有时候很冷的时候，我会吹，用吹风机吹自己。这个水袋很好用，这个天气。对啊，就很冷。Hello， 回回回回回回。重点是为什么做，我不知道。而且我忘了，而且我也忘了做了什么。那但是我记得今天我做的梦，就是我今天本来约了云爵一起吃早餐，然后我们昨天因为在下载东西，电脑在下载东西，就一直不去睡觉，因为就载很久，然后最后我忍不住了，我还是去睡了，然后就想说早上再看载完没，然后早上就载完嘛，然后我们就约了个时间起床，但其实因为比较晚睡，所以就是也没睡多久。因为今天要早起，就是比平常再早一点点起。谢谢 Stephen 的会员日记，谢谢。然后呢，我就调了个闹钟，我说我要醒来，然后结果我调了两个闹钟哦，一个是提前五分钟，对，结果我睡了之后，我好像有把那个闹钟按掉，我好像有印象，我把那个闹钟按掉，想说再睡一下下，结果一睡就直接睡过了，就睡过头，睡到就是睡。过了20分钟左右，因为就很冷，可能就是我起床的时候，我把那个闹钟按掉，然后我就想说好冷哦，再睡一下下好了。我最近都这样，我真的是好讨厌哦，我最近真的是很容易睡过头。对，但是睡过头又还好，还好没有到真的是过头，就是都来得及。只是因为我平常都会比较提早一点点，让自己有那个就是还是有时间这样子，对，然后我就睡过头了20分钟，对，就是跟云爵约吃早餐的时间睡过了20分钟这样子，然后就起床，我就本来就是平常我们用就是用 LINE 联络，虽然在隔壁房间，然后想说一起去订早餐之类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已经20分钟了，就直接下床，然后就去隔壁说就敲门，哐哐哐。我说我睡过头了，要点吗？他说好，那我们就点早餐。然后一边点早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刚刚在那20分钟里面，我做了一个梦。而且我跟你说，真的是非常的现，就是很现实，就是非常真实。因为我就突然就发呆，我想说，刚刚好像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画面，然后我再突然醒过来，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在帮易云拍照，就在那20分钟里面，我在梦里面帮易云拍照，就是他拿着手机，然后他想要我拍他
纸牌，然后后面是两个墙壁，就灰色的墙壁，然后就是他就是可能在餐厅，你知道吗？就是他坐在这边，然后他就这样子帮，就是叫我帮他拍照，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因为他坐在可能叫什么比较像出口位，然后这边是墙壁，然后他想要跟这个灰色的墙壁拍照，然后这边跟这边呢是一个就是空的，就是这边可能是通道，你懂吗？就是这样子就不好看。然后我就一边帮他拍，我就说可是这样子，我说这样子可能会看到这条线好像没有很好看，然后他就调整了一下他的位置，然后他说可是正面的话我的手好像有点难，我说，然后我就看过去另外一边，就是桌子的另外一边，我就说还是你要坐那边，可是那边就是有那个桌椅，但是比较他会不会比较好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在考虑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因为可能就想说这里是餐厅，然后我就在梦里面就突然想到，哎，等一下是不是要吃早餐？然后想说我在睡觉吗？等一下我是不是睡过头了？然后我就然后就睁开眼睛，睡过头哎，然后就看手机，哎，过了20分钟的感觉。然后我就是我不是去找云爵吗？然后我就说，我刚刚好像在做梦的时候。我梦见帮依云拍照，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哎，好真实哦，这样子。”对，就我其实我很除了就是短的梦啊，好像都会知道自己在做梦。我长的话有点没有在控制，没办法控制，太熟可能没办法控制，但是。那些就是二度眠啊，就是说你睡了之后再睡一次的时候，再睡回去的时候，我好像比较能够控制，就是会发现自己在做梦。对，我读过一个文章，梦里知道在做梦的人是聪明的人。伸展一下我的腿。Hello 少凯 ，Hello Red，Hello Sally， 依云提醒你，对啊，很真实，对不对？我好像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是梦到我抢票成功在活动现场的梦。谢谢晚熊的行李箱，梦如果都记起来会很有趣，那你们可以帮我记起来，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有些梦就是太有趣的那些。反正会记得，可是就是我近期来说的话，就是就算梦到什么，我都没有意识要把它记起来的意思。对，就是会把它，就是随它去，有趣跟不有趣就都随它去，然后就会忘记，因为其实梦就很容易忘记。刚起床那一瞬间可能会记得，但是后面就，对，我讲的噩梦吗？我讲过什么？其实那噩梦好像就是近年来比较不太做噩梦，但是噩梦像是我今天做了好几个梦，因为我小午睡了一下下，然后对醒了两次，但是都忘了，就是没有记起来就会忘记。Hello 小翔 ，Hello Alex，Hello 小晚熊。如果是特别的梦，我会记在手机的记事本里面。我现在在努力清记事本，应该是说那个备忘录，因为就是太多东西了。我现在备忘录就是写着一些有的没的，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怕那个备忘录太多，然后。定时清一清，不然的话就是要找东西找不到之类什么的。Hello CN，Hello CKMK，Hello 顺其自然。Report 吗？啊，有两个是我拿来用那个 IG po 文的备忘录，一个是 vlog 用的，因为有时候打那个 Sakura 的人名真的太麻烦，就我是先打起来，然后直接 copy 那个。叫什么？那个文章就好了。
谢谢。Hello 志宏，谢谢小翔的看好你哦。我可以梦一半醒来后马上再啊，真的假的？那你很厉害耶，阿当。因为有时候就很想要梦继续梦下去，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有趣，但不小心醒来了，可是大部分都不成功这样子。突然想到的文案，我真的是没有那种突然想到的文案，每次都是可能想要发文章，然后有照片，但是就是想不到要打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上一个 po 文是昨天嘛，昨天那个也是无聊，没有意义。无聊，但是想要更新一下。谢谢 CKMK 的天马行空，好梦突然醒过来会超难过，就是像是那种有剧情的那种，会很想要知道后面的发展。照片可爱就好，但是我从那个就是相簿挖出来的东西，我在清相簿。不然的话快爆掉了，就是容量不够。po文都记在记事本先打。我刚刚看了记事本，我是梦到跟小青去回转寿司，点了超多红豆麻吉麻薯。我也很就是有一些那种寿司店不是有卖什么红豆汤什么的，还有。之前去哈马的时候，哈马休息的时候，他有那个和果子，但是就是我的同伴们都不会吃和果子，所以就是没办法，就没办法吃，因为没有人要吃，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人要吃的话，点那个有点下没办法按下去。梦到好梦就会想要继续，就像看电影一样。小晴晚安，我先休息了，晚安安安，祝你有个好梦。Hello 世宏 ，Hello 可乐丸 ，Hello Drac， 该买电脑是手机。那如果睡过头，但是有。但如果是睡过头但是有剧情然后打断了的，还是得起床吧。真的是做人不要一直沉迷于那个梦想里面，不是梦想，是梦境。就是你睡过头是代表如果你可以继续睡下去，就代表你后面没有其他的事情，但你就可以睡下去。可是你睡过头就是代表说你后面有事情，就是你预计你是几点要起床，但是你睡过头了就代表你后面有事情，你后面有事情你就该起床啦。吃回转寿司最重要的是对的吃板，还好啦，其实看看是什么类型，对，看是什么类型啊，对，可爱的球，因为这件也是毛毛。好冷哦，今天真是超级无敌冷的。我出门的时候穿羽绒衣耶。下个月公也可以干音组了，恭喜！期待哦，谢谢安安，期待见到你。谢谢蛋挞的 Popcat。为什么会找小青也像做梦一样梦话？但我梦里面的小晴说：“你手上的饮料是我点的，意思是点到不知道。”我梦里面的小晴说：“还说你手上的饮料是我点的，意思是点到不知道是谁点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拿了一杯饮料，然后我说你那杯其实是我的之类什么的，所以是你点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点的饮料的意思吗？长袖没干，今天穿的啊，太冷了吧？如果需要收集转。扭蛋吗？的确是需要失败，这时候就应该找显地气，显地气最强战力。屏东也很冷，晕了。闪亮闪亮，谢谢熊熊的戳戳你，跟那个封面图一样，谢谢。应该是，
还有机会哦，我下次也这样子去骗别人。你手上的饮料其实是我点的。Hello 虾虾 ，Hello 夜兔 ，Hello 夢に向かって飛べ ，Hello 晚安，大家晚安。Hello 忠贞，谢谢游戏 Hero 的水瓶宝宝，谢谢好时伴，好时伴。今天好像是有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姐姐，我们经纪姐姐去吃寿司，然后她就转到了双子星。我说他怎么那么轻易都转到，我真的是转了超级无敌无数多次，也没有啦，就是每次去都没转到嘛。谢谢自伟的超星星，不然就是对啊，就没转到，而且我已经转了两个 Kitty 出来，我真是气死，然后都给了林逸云，然后今天居然就是姐姐就一转就转到了那个双子星，然后他就问我，因为我不在，然后他就密我说要不要送，就是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啊，对啊，最终于转到，谢谢世红的红玫瑰，然后我就每次都讲说，啊，以下是我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立场言论，我说根本没有人喜欢 Hello Kitty， 为什么都转不到双子星啊？明明就没有人喜欢 Hello Kitty， 干嘛一直转到 Hello Kitty？ 对，谢谢大头的枫叶。对啊，欸，双子星超难转的，到底是因为我跟双子星无缘，还是真的是双子星比较几率比较低？感觉 Hello Kitty 的那个几率很高啊。一云就说哪有 Hello Kitty 是王牌红牌，对啊，都是 Kitty 的商品，那他有读心晶片，对啊。Hello 凉凉，但你想要 Kitty。那你可以去扭，因为我觉得 Kitty 就是蛮容易转到的，我自己觉得。嗯哼，双子星的产品好像比较多啊，比较少。对啊 ，Hello 学生饭的阿轩，晚安，草莓酱晚安。好冷哦。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应该睡得蛮充足的，但是就是在家，就是在房间，就是有一种魔力，让我觉得非常的想要，就是躺在床上，真的是非常颓废，不能那么颓废。双星仙子的周边真的相对比较少。而且他还有两个人，可能成本要分成二这样子，因为如果发他们通告的话，这样子还要就是给两个人的薪水，所以他们就觉得哦这样很麻烦，所以就只发 Kitty 之类的。明天要上班，晚安，晚安香蕉，晚安。慵懒，对啊，很颓废。Hello 唐老鸭的 PP， 晚安。不是两个人来只给一份薪水吗？这样会被骂吧？就对啊，他们会争取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利益。对啊，还是因为两个人比较吵，就是避免就是场面难以控制之类的。大家有看过 Kiki Lala 的动画吗？他们也是蛮闹的。谢谢坤坤的掌声鼓励，争取权益。对，哈喽，晚安，争取他们该有的权利。
而且还要就是找那个地方让他们停车，停那个星星，那个星星要找地方放这样子。只知道美乐蒂很恶魔，为什么？哦，因为他一直就是让别人帮他做事情，是吗？我真的没有看过美乐蒂的三丽鸥动画，可是我看那个，就他不是有出真的是动漫的那个动画吗？然后，就是我也没有看过日文版。嗯，这是不是这个是宝石虫？等一下，对，对，对，有个双马尾的妹妹，很可爱。我只记得广东话吧，他就会说：“唔该你呀，唔该你。”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烦，就是然后又一直欺负库洛米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库洛米就是有点笨，就是他有时候做一些很笨的坏事，所以就是彼此。就是都笨笨的。有看过 Kitty 版的爱丽丝吗？好像没有。看这个是林一送我的 Kiki 拉拉的那个睡衣服的。那个头的，就很可爱耶，就是很睡觉。可是我现在绑了辫子，它有点没办法。超可爱，然后很睡衣耶 ，Kiki 啦啦，好喜欢哦，好可爱哦。应该是睡衣，可是睡衣就是短袖，短袖就没有再用。这个我不想用它，就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好乱。心情不好的时候穿可爱的睡衣会让自己心情变好。对，或者是说想要提高自己的那个睡眠品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八月、九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穿那个睡衣，然后就配这个，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啊心情好好，看到就觉得心情好好。真的很可爱。对，就是大概是去年开始感受到了睡衣的魅力。就是穿好舒服的睡衣，真的睡觉会变很舒服，然后就觉得就是心情很好，然后你心情很好的睡觉，你就会就是很舒服，然后你第二天也会感觉，然后你第二天可能起床的时候看到自己乱头发乱乱的自己，然后看到镜子上面，然后看到自己就是穿很可爱的睡衣，然后觉得好可爱，睡衣好可爱，然后就会觉得今天心情都很好。头发不会翘吗之类的？不会带这个水啦，这个应该是洗脸用，或者是一个搭配，真的是很可爱。我放在这里，这个是我的床头，不然就是用这个。这个也是啊，洗脸，这个用洗脸吧，因为这个是棉的，感觉弄湿了没差。小林出外过夜会带睡衣吗？不会，会带 T 恤的，因为很麻烦。这是我的，这个是洗脸的，
但其实有时候我洗脸也不会戴这个，因为就是觉得很麻烦，通常就是夹个夹子之类的，或者是用那个发卷先把它夹上去。感觉洗脸看镜子心情会不会？洗脸是不会好看的，洗脸真的是不会好看的。可是洗脸，而且洗脸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戴眼镜了，可能觉得自己很清爽，然后说就一直看自己痘痘之类的，然后洗完脸就去护肤。那洗脸就真的是很好笑。大家的晚餐吃什么啊？因为我今天想了很久晚餐到底要吃什么，就是有点想吃大的，但是又有一点就是还在想，然后又不想要叫外送，又觉得外送费好贵，然后我就问我妈今天吃什么，然后因为我跟他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去超市买东西买晚餐，然后就问他吃什么，我说今天要吃什么，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就是在惩罚我最近没有再回他的部分嘛，因为我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回他。晚餐吃学校卖的卤味便当，不健康的卤味，大家都吃卤味耶，吃了排骨汤，妈妈煮的饭，我都是洗澡的时候直接用水龙头冲脸，水龙头吗？还是脸盆头？水龙头吗？妈妈可能准，她说她陪我一起，她说她要跟我一起逛那个超市，对，然后。对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是跟我一起便当，可是便当对啊，麦当劳点了快200，麦当劳就是点一个套餐就快200了，但是有时候是特别想吃麦当劳，好冷哦。怎么一起逛视讯？他本啊超市视讯吗？他可能想要视讯吧，或者是他可能想要打电话给我，但是他还没有打，抢特价品应该是没有。他就是因为我妈不是一个看特价品的人，就是他就是想今天吃什么，但他也不会说就是特别挑什么，就是随缘吧。对啊。随缘。我妈说，如果你没事的话，你晚上没有要干嘛，你就跟朋友出去吃饭啊。我就说，她说你就去，就是去约别人出去吃饭啊之类的。然后就说不要，因为其实基本上每天都在约别人吃饭，就难得你没有要跟别人，就是跟别人去吃饭的话，就吃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一定会去吃好吃的。那难得没有约别人，你看我在宿舍也是跟朋友吃饭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约就随缘，也是随缘啊，就是不用特别去约，你懂吗？就是平常已经一直在跟朋友吃饭，就是偶尔要，就是不要再去找别人，就是偶尔给自己一个空间之类什么的。台湾 M 给有200台咁贵，平嘅话130几以上之类，贵的话看你价会不会多买其他嘢，贵的话应该200可以买到几多下。台湾的小吃店感觉最 local 的感觉。
小貴喎、差不多，差不多。不過他們都是套餐，套餐的話就是包和薯條，但可以選不是薯條。還有飲品，我記得，不是，我記得你以前不願意自己吃飯，不願意自己吃飯，有嗎？還好吧。鼻癌也太嚴重，是薄膜，對啊，我的薄膜啊。這是什麼？這個是原本有膠帶，然後沒有清乾淨，很嚴重。我一直在想，總有一天應該會再粘一個什麼東西。我好怕，我不想，我不想，不想，不喜欢那个。好，先不用。我吃了，我吃过了。我后来就想说，对，这边本来有贴海报，对。我本来就是，我就想说我要吃主食，那后来就是去买了个饭吃，就是国韩，国韩，が食べました。对，然后我还去吃了全家的那个友善时光的甜点，就是我现在是那个甜点侦测员，就是看到有新出的甜点我就去试一试。可是我最近看到那个开运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有吃，因为没有看到王一家，王一家如果回家的话，我就跟王一家一起吃吃看。我现在吃了那个。那个是什么？半熟起司塔，不是白饭啦，就是饭类。对了，饭类的东西，有肉的。但是是饭类，对。全家有推荐的甜点吗？有啊，我现在先推，有一个叫做黑醋什么什么泡芙的，紫色的那个，那个真的是很好吃，那个是让我多吃几次我都会很高兴的那种。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巧克力的，最近有出上一个也不是上一季，上一期有出一个，巧克力的，对，跟那个巧克力塔是同一个口味，然后那个巧克力塔的内馅就跟不这样，那个巧克力泡芙就跟那个巧克力塔的内馅是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像可可的那种巧克力，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很甜的那种巧克力的话，就跟你想象中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很推荐那个。对，黑醋栗嘛，黑醋栗泡芙，布丁泡芙，都奶味，所以我都买巧克力。议员经常在直播间吃甜点做食品，我知道啊，我知道。生巧克力好像不是哎，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哎，我都没有记名字，这样好像没有很专业。我查一下好了。现在是什么？而且我超想吃汤圆，但因为张爸爸还没回家，所以我们就在等张爸爸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汤圆。就我说宿舍，上次已经吃过，上次我们五个一起吃一两颗，因为人太多，所以只能吃两三颗这样子。什么啊？等一下哦。
最近出的是这个吗？米歇尔 米歇尔可兹巧克力泡芙，对，但我觉得他其实泡芙内馅都蛮多的，蛮开心。那个全家的泡芙内馅，然后呢，然后他也有出一个米歇尔可兹巧克力塔，就比较比你想象中硬一点点。对啊，但是我推，我真的很推那个黑醋，黑醋什么？哎，我今天吃了半熟起司塔，就，但我觉得半熟起司塔就没有不是我的菜，就是我觉得有点干，就会很想要喝水，然后有点小腻，但我想一下哦，但它蛮，比我想象中大一点点，然后也厚一点点，但。它也没有到很就是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气死它。谢谢 Tin 的啾啾你哦，谢谢智家的看好你哦。那些是巧克力奶油吗？对，这种叫巧克力奶油吗？这种叫什么卡士达吗？巧克力，巧克力。有点炸汤圆，结果有人全到一起，炸鸡就变甜。对呀、谢谢厨房的钟情玫瑰，谢谢。对，然后我想要吃，啊、哦，最近好像再出了一个是什么？哦，比较冰哦。哎，你们会这样吗？就是偶尔碰到自己的鼻子很冰，然后就想说，因为我手是暖的，然后我就这样，就是保护好自己的鼻子，就鼻子很冰哎，莫名其妙。是什么啊？忘了，出了一个什么、啊？我刚刚是不是讲了？我是不是有讲过一个？谢谢 Tin 的一封信，谢谢得得得枫叶。对啊，很希望我鼻子是暖的，因为你看鼻子不是凸出来的吗？鼻子凸出来就是第一个受到冷风，第一个接触到的是我的鼻子，是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受风。Hello。这个谢谢 Miso 的黄金四叶草，哎 ，Hello Miso， 为什么九点半一家观台是吗 ？Hello Hello 小阿光 ，Hello 逸晨 ，Hello 石木 ，Hello Pat，Hello 古早味。欸、有一种很久没有见到的名字，有些很久没见到的名字哦。嗨，九蛋，大家晚安。Hello， 小叶，晚安，大家晚安。谢谢翔爷的啊，我按错了。当然不是，很久不见哦 ，Miso。Hello， 西兰，晚上好。谢谢 Stephen 的红玫瑰。谢谢龙魂。翔爷的会员日记，哎，我真的忘记了，我忘记了是什么，反正就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啊。对，而且我知道我在 Seven 出了那个啊，不是出了，他一直都有，就是 Yaki Donuts。
就是甜甜圈，然后是 Mr. Donuts 的，然后我一直路过的时候都很想吃吃看，然后有一次就是没有吃晚餐，然后但是要练习，我想说啊，有什么是可以赶快可以吃的东西，然后我就去看，就是我就进入了 7-Eleven， 然后就看到要吃吗？要吃吗？要吃吗？谢谢信伟的搓搓泥，小金工也是发型好可爱哦，谢谢，我也很喜欢。对，然后我就吃了，然后我觉得还行耶，就是那个小小甜甜圈，就是小有点硬，它不是波体嘛，它就是甜甜圈，但是它有，但是它比我想象就有点干，是干的问题吗？还是因为它比较厚实一点？但还是蛮好吃的。对啊，它叫做 Yaki Donut， 它的名字叫 Yaki Donut。是巧克力口味的，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吃完之后告诉我你们的感想。对啊，小贵，比我想象中也没有别，也还好，但是它其实蛮小，这么大，没有一个这么大，谢谢，谢谢。听到，对，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可是我买了之后，我会觉得我会想要去吃波提，就比对于这个，比起这个会比较想吃 Mr. Donuts 的波提，对，就想说应该可以比例一下，但是比喻吗？比喻一下，可是就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东西，你看就是跟我头也好像没什么关联。Hello 美波怀里拉拉。Hello 北原，谢谢圆滚滚的枫叶。印象那边的画面很恐怖，是什么什么意思？好久不见，期待握手会去找我玩。好啊，好啊。谢谢小阿光的一封信。Hello 你好，我好。Hello 德德。喜欢波提有咬劲，对啊，它就是波提，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而且它就是一颗一颗的，刚刚刚的感觉。对，它看起来它比你们就是普通的波提再小一点点。对，而且我很想要吃那间另外一间甜甜圈店，不要再提甜甜圈了。而且最近草莓季，大家，我现在是因为捷运站不是都有 Mr. Donuts 嘛，然后就会去。就是一直在留意它的优惠。波提吃起来很罪恶，是吗？形状是波提吗？忘了，好像不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喜欢吃甜甜圈，甜甜圈真的很好吃哎。尾牙老板请了一大碗超好吃的草莓，哦，那好吃草莓，好想吃草莓啊！大家多喝水啊！看我的暖水壶 ，Snoopy。这是生日礼物，是梦梦送给我生日礼物，谢谢梦梦。好想去采草莓，好想吃草莓。喜欢吃波提这种新式的甜甜圈还是传统的呢？我最近好像比较喜欢吃波提，欸，就是我觉得波提有一种一颗一颗的魅力。而且好像我们家楼下开了一间，其实也不是新开，但就是有卖一间有卖甜甜圈的店，对，然后它就是那种圆圆的那种，就是那种传统的，然后就是很多砂糖在上面，然后很厚实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去吃过，因为我去问一家好像有去吃过，然后我就问一家说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普通，没有到不好吃，就是普通，所以我就比较不太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它很厚实。但波提的话，就是波提你会觉得好像就刚刚好，因为反正它就一颗一颗，你就一颗一颗慢慢吃就好了。对，而且 QQ 的。
小时候我爸突然兴趣来卖了一年的甜甜圈，吃到饱胖。谢谢听的一封信。你们不会觉得，就是如果林毅喜欢史努比的话，他不会把史努比的东西送给别人吗？就是例如说，如果林依云，不要讲林依云了。如果陈夏喜欢美乐蒂，然后我喜欢 Kiki 啦啦。我不会把 Kiki 拉拉送给其他人吧，就是我不会因为我喜欢 Kiki 拉拉，然后所以送 Kiki 拉拉给陈夏。对，因为没有，因为刚刚有人说以为这个是林毅送我的，但他喜欢美乐蒂啊。不会，除非有多一个出来。其实多一个出来也不会，我觉得。如果要出新的甜甜圈口味，小青会想要出什么口味？想要出有脆脆的东西的，然后里面有果酱，哇，好像蛮好的耶。那为什么默默送我史努比？因为他应该主要不是送史努比，他主要是想要送暖水壶给我。饿了，我还能讲空班娃，空班娃勇哥 ，Hello 黄兰，感觉很甜。对啊，希望。巧克力跟草莓可以出一个，欸，可以出那个哈密瓜口味啊，哦！可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哈密瓜，我想一下。可是我还好，芒果。还有什么口味呢？有什么口味呢？果酱内馅好像没听过，对吧？如果要出的话 ，TV 口味必须是芒果的说，可以是芒果啊。可是蛮想吃哈密瓜口味，哈密瓜口味感觉很蛮好吃的啊。如果是哈密瓜口味的甜甜圈，然后上面有脆脆的东西，就是那种一颗一颗的，然后里面再加果酱。小春，小春です。荔枝口味，哎，那等一下哦，可是哦，优格不是优格，是那个可尔必斯口味，榴莲味，确定？沙鲁，你要吃吗？哈密瓜感觉很甜，可是哈密瓜有哈密瓜的味道，哈密瓜有哈密瓜的味道。我都先听，哎。这不是张法法的声音吗？所以张法法回家了吗？可尔必斯口味的甜甜圈，哎，好像不错，哎，有没有那种啊？碳酸口味，啊，然后上面要放那个爆爆糖，然后你吃进去的时候，就那个爆爆糖是碳酸，所以你吃那个甜甜圈的时候，你就会就是。那个爆爆糖在那个你的嘴巴里面融化，然后它不就，然后就会有那个碳酸的味道。跳啊、哦、跳跳糖不是爆爆糖，可以吃汤圆，对啊。我的天哪，好猎奇的甜甜圈，波子其实啊，感觉很复古，很 old school 哦，很 old school 哦。欸，我真的是蛮好的，欸，我就是要不要请我 Mr. Donut， 我可以给他们 idea。 我明天考试就先下咯，晚安晚安，拜拜阿红，
啊，为什么啊？天哪，我居然是没有在充电。哈，你们等我一下。欸，难怪。好，没事，还好。它还在。这样可以吗？已经啊，关掉了。好了。嘿，哎，好冷啊！可是已经很晚了，所以现在吃汤圆好像有一点。呢，想要找谁一起代言？我是电脑忘记充电，因为它刚刚黑屏。可以继续吃吃吃。你们就是这样子啊，你们就是太宠我了，所以我才会有时候不小心发福。不行，我也是火锅一样，吃火锅很爽耶。就是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有种幸福的感觉。Hello， 你哥哥。对，谢谢。截止喽，大家。到底怎么了？哎，有嘞，回来了吗？嗨，谢谢，蛮好的。什么？这是什么？遇见了你，遇见了未来。谢谢大家，谢谢 CKMK 的掌声鼓励，谢谢安莎卡拉卡的水瓶宝宝，谢谢。好。按了我讲到哪里？你们听到哪里？从哪里开始卡的？因为我这边没有显示卡，对吗？什么？是不是刚回到家？刚下课回到家就出状况？是不是叫我赶快读书？赶快读书！别再看直播了，去读书吧，君燕，去读书吧，加油！谢谢蛋塔的掌声鼓励，谢谢中银的红玫瑰，谢谢。为了三周年不能吃哦。与你相遇，谢谢那边。哦，我说，哦，那后面都没听到哎。那我要从哪里讲起啊？应该是从西兰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口味的火锅开始，就是。好像还好，就昆布啊。你是说汤底吗？就是昆布，或者是偶尔会选择一下牛奶锅，但大部分都是就是清汤。嗯，对，好像没有到特别喜欢哪一个汤底。对，就也不是麻辣锅，但有时候看我的玩心如果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去点那种奇怪的，就是没有吃过的锅底。汤底、谢谢 Tom 9566的红玫瑰，谢谢 Tom。但简单就没有，就单纯是觉得有些是要加钱嘛，然后有些就是胖嘛，就
清汤比较不胖啊。哎，贵贵，不要加钱，不加钱。小金吃辣的锅吗？就是不能吃太辣，就是普通小辣还行。因为盛夏一定会点麻辣，然后可能就如果想吃辣的话，就撑一下，就是吃一点点这样子。对啊，吃火锅都蛮胖的。但好像今年比较少吃火锅，可能是因为疫情吧，就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吃火锅。Hello。对，然后我刚刚说很感谢大家，因为今天12点就截止了登记，我们的握手会登记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次居然有5部，对，然后就是最后一部还出了数字，就是进步了很多，对，怎么说，比起上一次，然后进步了很多，然后就是好像。其实有一种哦的感觉，惊喜的感觉，对，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哎 ，Rafa 说竟然出数字了，竟然出数字，谢谢蛋塔的掌声鼓励，谢谢 Rafa 的掌声鼓励，对，谢谢各位教徒们，期待跟你们相见。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课题了，因为。我就要去想我要穿什么，这样子。对，我要在想我要穿什么，这样子。对不起，没有啦，开玩笑的，小事情。太棒了 ！Hello， 峰峰，你们也在想你们要穿什么？对，接下来就是对，不要，请不要交给我，请不要交给我。没有，但是还是很期待跟你们见面，因为就是，就是很久没有无所谓吧，就是对啊，认亲时间，认亲。握手会成员的打扮是很大的看点，那会有今天这种发型吗？你希望有是不是？你也想来，蛋塔，我们在那个演唱会上见。对，可以，我们在3周年演唱会见。很期待见小晴，不过也开始烦恼要穿什么了。可以啦，我也很期待见到 Lucky 啊。像握手会不会因为疫情取消？不会，希望不要。对，大家就是保重好身体。对，真的，最近不是又有开始有案例了嘛，所以大家就是注意，小心一点。就是这不是因为什么活动，也不是什么，就是单纯的，就是生病不好。无论你是疫情还是普通的小病小痛，还是感冒什么的都不好。就是对身体不好，然后也会很痛苦。我觉得生病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就是注意好身体，然后冷就不要勉强自己，觉得冷就是多添一件衣服，对。然后喝水，喝热水。跟火怀穿情侣装会去联欢会被你揍吗？当然是不会啊，可是你想我揍你也是可以啦。对，谢谢雨的一封信，谢谢。为了见小晴，会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对，照顾好自己身体。对。可以被揍吗？你这样子问我，我就会拒绝你啊。对啊，你们这样子问我，就会拒绝你们呢、啊。糟糕，不小心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天哪！很多人想要被你揍，请直走转弯，左转林廷利那边。但我们可以交手，我
我们可以交手。大家什么是交手？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切磋这样子。集掌会还是我们都讲集权。哎，我好期待集掌会哦。哎，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集掌会，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 Hi-Fi 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Hi-Fi， 我不知道，就是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应该蛮久之前了，就是好像也不是电影，反正就是一个影片，然后就说那个有个男生，他就是没有父母，然后后来他多了一个继父，对啊，应该是他没有爸爸，然后他多了一个继父，然后他就一直跟那个继父关系大不好，然后可能去找他玩那个接球游戏，然后他也没有兴趣去做，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是击掌，对的。然后那个继父就教他，就很有耐心的教那个男生，就是击掌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去跟他击掌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就击掌，然后就觉得很感动。我忘记是什么东西，我现在讲的非常的不清楚，很抱歉。但是就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击掌是一件非常的有意义的事情。对啊，除了第一次 fan meeting 有记得，然后第二次好像是可能是上海的时候，去上海 HR Fest 的时候记账会。对啊，然后就我其实是还蛮喜欢记账会，或者是说见送记账。对，然后又激起我一个回忆，就是我第一次去早安的见面会，在台北2019年的那个台北见面会的时候，然后我都已经挤到最前面，然后我没有跟 Elibon 记账，就是被一边就是我看着前面的那个人之后，我没有挤到，没有跟生田伊克达桑记账，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我想说没有挤到，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很他，我希望他不会走心，因为我怕他会走心。对，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也很可惜没有挤账到，但是又很害怕他会走心，因为就是不希望就是他觉得我好像是故意不跟他记账一样，因为我觉得对，就算是不是推，就是我觉得就是希望那个记账也是一种给他力量的感觉，你懂吗？就是啊，那时候我一边记账一边想着这是谁。哎，我也会啊，就是那个时候还不太认识大家的时候，为什么会漏掉？因为就是一个队伍，然后一直顺着走嘛，然后如果你前面就是你跟着那个速度的话就是太快，然后后面的人也会一边走嘛，所以你不能停下来。对，就是你不能停下来，如果你就是太快的话你就拍不到，你知道吗？就不是说你也不能你又不能往回走嘛，对不对？就是后面的人在走，就是我们就是跟着那个速度走，所以就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反正我就很后悔，哎，我很难过，然后就那时候跟朋友一起说，怎么办？我要紧张的，我自己很难过，然后我又很怕他难过，对对，是没有讲到话了，算是。哦，对对对，握手不是握手会，生日会有几张？嗯，那时候我记得我一代那时候超级喜欢几张会，就很开心几张会，哎，没有压力，就是大家一起。然后也会看到其他，就是因为集掌会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嘛，就是看到一些不是你的粉丝，但是就是就要看到大家的粉丝这样子，平常不太会见到的粉丝之类的。
Hello， 一凡。对啊，机长会对，可是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就如果要讲话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握手会会比较长，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是什么啊？皮卡丘哎！晚安，证人。如果不小心跳掉，自己会不会有点像？都会给 sad， 后期都会给 sad。会吧？被跳过会有一点。而且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会戴口罩吧，就更加看不到你们的脸。就是看，如果看起来你们就是不小心漏掉的话，就还好。就有一些粉丝可能太紧张，然后的脸就可能会比较淡定，无表情什么的。然后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哦，他是因为不开心吗，还是什么？对，我可能会想很多。谢谢 Tin 的戳戳你。但是就是自我排解，大家也不用太在意。如果是不小心的话，你很紧张，你是说机长会吗？不会了，熊熊。谢谢听的戳戳你，而且我觉得，就大家都去过握手会的话，应该不会害怕机长会吧？对啊。谢谢信伟的麦克风，哇！谢谢初风的真情告白，谢谢。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一个就是很久没有做的睡前故事环节？结果特性盖掉了啊！我只是一个无情的机长狗机器。机长很怕只注视推，然后忽略到旁边的成员，觉得不好意思。哦，这样还好。我自己是还好，就是如果我知道他是，就是旁边是你推的话，然后就觉得是他，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难得会见到平常没有在推自己，或者是比较少来见到的人。对，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谁谁谁之类的那种，但是其实也讲不到那么多话，所以就谢谢。就是因为毕竟还是就是除了像集长会的话，也不如果你说你只去见你的腿的话，可能就握手会比较会单一的看到。然后但是呢，基本上大家都是推，应该是说大家都在关注我们团队嘛，所以其实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就是谢谢大家愿意来我们团队的活动。就还是谢谢啊，嘿，谢谢华华的真情告白。机长会遇到不熟的成员会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就叫名字啊，或者是点个头就好了。谢谢怀怀的红玫瑰跟掌声鼓励，久仰大名。谢谢蛋挞的爱的小熊，小熊，握手会小熊会不会用很严肃的表情呢？我会吗？问一下经验者们。我不知道哎，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因为没有镜子。会吗？我不知道哎，有吗？经验者们，哎，我们念这个啦。哦，好长哦。
好，他们说不会。他们说不会哦。我都是很开心的样子。偶尔大概就是可能一开始会比较小紧张一点，然后大概到后面，或者说看我那天在干嘛呢，我就越后面或者是前面。等每次刚开始，谢谢华为的红玫瑰，都是很可爱的表情。谢谢，谢谢吉米粥。严肃，严肃的表情是什么？严肃的表情大概在工作哎。见到你们就是聊天的模式。进入我的聊天模式。大概是想事情的时候，想事情的时候会比较严肃，就是就是不是发呆的那种想事情，可能就是很认真的在想事情，或者是讨论事情，或者是对工作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会从你的眼中看到幸福表情的我。严肃，严肃，认真。哎，这个好像是超短的。哎，这超级无敌短，要不要听这个？哇，感觉今天很舒服，有点。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睡前故事环节。等一下，我不要听广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是云房子。今天是2022年1月12号星期三，虽然不是我们平常的星期四，但是希望大家，因为刚好也在周一个星期的中间嘛，所以呢明天呢也还是要努力的上课上班。大家听完故事之后，希望大家能够早点睡觉好吗，洗去一身疲惫，然后迎接明天。晚安大家，谢谢 Raffer 跟楚风的掌声鼓励，谢谢鱼的掌声鼓励，谢谢李猴子信伟的掌声鼓励。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叫做云房子。那我要开始咯，非常短非常短，短到非常短的故事。谢谢 BC 的小鸡蹦蹦，晚安，谢谢保罗的红玫瑰。好，那我要开始咯。刚刚下了一场雨，对，太阳公公还来不及把云全收回去，有一些就留在天上了。一群小鸟飞过来，他们说，哇，这么多白云，我们来造房子吧。不一会，云房子造好了，有的像大冬瓜那样傻傻的横着，有的像花儿那样美美的开着，有很高的大楼，有成片的厂房，也有小一点点小的，小到只可以住进一只小麻雀。小鸟们开心极了，它们从这个云房子飞出来，也要从那座房子飞过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你到我的房子来做客，我到你的房子来玩耍。忽然呼啦啦吹来了一阵风，咦，房子变小了，云房子不见了。云房子哪里去了呀？没有啦，没有啦，天空像洗过一样干净，只剩下一个笑眯眯的太阳和一片水汪汪的蓝天。
书。哇，这音乐跟我讲的速度一样哎！天哪，大家。好的，那这就是非常短的一个云房子的故事，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差不多也到这边结束了，很难得的这个晚安台。然后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但是很可爱啊，非常的睡前故事。好，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还有枫叶，还有幸运四叶草，谢谢。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啦，然后今天也辛苦了大家，工作辛苦了，希望明天也是美好的一天，很疗愈。对啊，听完这个故事就会催眠你们，希望你们会很想睡觉。然后虽然说不定大家已经很想睡觉了，但是呢我接下来要继续讲一些比较催眠的话。首先呢，我们的三周年演唱会1月22号、23号还有线上的票，就是线上直播的票，就是还可以在 KKTix 上面购买，就是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三周年演唱会。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也公开了那个我们的一月份生写真。一月份生写真呢，就是新年啊，这是什么可爱的汉服，是汉服吗？对，很可爱的服装。详情呢可以去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还有 IG 查询，然后在我们的官方网站的商城可以购买，然后小青是 UNISAKURA 的刘小青，可以去指定我。对，最后呢，这边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Instagram IG，欢迎大家追踪，不定期更新刘小青的日常以及奇怪的影片。对，最近没有奇怪的影片。嗯，对，然后可以多追踪，快要20000了。KOHARU 底线 AKB48TPTP。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刚刚非常感谢大家的各种礼物，对，也谢谢大家来看小青的直播。希望在期末考的大家考试顺利，然后希望明天要上班工作的大家工作顺利。来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 ，loading。出来，好的，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哦。圆滚滚的，圆滚滚的头像很可爱，是李佳丽。好，没事，圆滚滚是11名，第10名是 CKMK， 谢谢 CKMK。第9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8名是蛋挞，谢谢蛋挞。第7名是晚熊，谢谢晚熊，谢谢。第6名是中银，谢谢中银。第5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4名是阿晨，谢谢阿晨。第3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2名是 T， 谢谢 T。好，第1名是信维，感谢信维，谢谢信维。也谢谢各位在我聊天室来到我的聊天室的大家，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对，下次 maybe 是星期六会见到我，但是在高云爵直播间，但是现在
对，还说不定有事情会发生，所以就是好像有点未定。对，欢迎大家如无意外，好吗？如无意外，可能会在星期六看到我们的披萨。对，详情就是请大家关注我们高云觉得 IG JUE AKB48TP， 顺便去按个追踪，她很漂亮，她很漂亮。好，好的，那再下次呢，就是下个礼拜的事情了，时间就在等官方公布好了。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我是小晴，晚安。杨雄，晚安大家，拜拜。然后也谢谢你们，对，填我的握手券，握手会，记得注意保暖，明天加油。